希望大家習慣啊，習唔習慣啊？好似同神，好似神好似好遠，但其實話神喺我前頭環繞我哋喎，係咪啊？神有冇話佢好遠噶？神冇話到佢好遠，係人整到佢好遠啫喎，係咪啊？神係想同我哋好親密嘅關係，這個咧係希望大家都深信呢樣嘢。我哋係有一位好親善嘅神，係好容易接近嘅神。佢一定同我哋親近，我哋親近佢咧，佢必然好歡喜嘅。咁嗱，我哋今日嘅信息咧就係渴慕親近神啦，真係以神為樂，歡喜神，神就欣賞，神就中意啦，神咧就會大大嘅歡喜同埋祝福啦。嗱，首先第一點要明白，唔難嘅。嗱，好多人覺得好難，神好遠啊，好似祈極禱都冇反應，好似嚇，好似，因為咧有時有啲人可能咧。个方法只是求啊求啊，就而家望住啲困难话神啊，我好惨啊，好震啊，好惨啊，哎呀，我好多苦啊，咁咧成日都数算嗰啲苦咧，就唔系数算神嘅恩典喎、啊，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好似好难得到，同埋有时有啲人咧就用咩计算咧？啊，我有病，点解神唔系即刻医好我咧？哎呀，我屋企人闹交，点解神唔系即刻解决呢个问题咧？有时嗰啲问题唔系即刻解决，但喺困难中，我哋依然可以倚靠神嘅，系唔难嘅。其實第一點就是神根本用盡方法來救我們的，是不是？人子來說要尋找拯救失喪的，他找你，你有沒有發覺信主的過程很特別？就是說神用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人，在你適合的時候去尋找你，去拯救你。有多少人覺得神拯救你的方法很特別？如果不是神用這個特別方法，你都不會今天得救，是不是？神真的是很特別的，我們就多謝神。既然神這樣去拯救我們，其實聖經話咩咧？當我哋還作好人嗰時候，係咪啊？唔係喎，係咩啊？還作罪人嘅時候，耶穌已經為我哋死，即係話我哋未信耶穌，神已經暗戀我哋啊！哇！你咁諗啊？嗱，如果你想象下你年輕嗰時啦，18、22嗰時啦，有人暗戀你，你會唔會哇？知道係咪好開心啊？咁你同佢建立關係難唔難啊？如果你知道佢暗戀你，哇！你一同佢傾偈，佢已經開心到不得了啦，係咪？嗱，神就係咁啦，佢已經暗戀我哋億萬年啦，未有呢個世界已經認識我哋啊，所以我哋係咪可以好開心啊？哇！神咁中意，所以我哋一回應神就歡喜。聖經都係咁講噶，佢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不過好多人就成日以為神咧好嚴肅啊，一個審判官、法官。嗱，呢個係神嘅一部分，但係神嘅最主要性情係愛啊。他最主要性情是愛，同埋咧好有親情噶。佢成日諗住佢啲仔女噶，成日掛住我哋噶。我哋諗多啲呢啲，有啲人咧成日諗咧。我嗰陣時咧，好多時我初信主嗰陣時，聽啲人分享一上台就咩，哎呀真係好虧欠，即係第一句就咁講啊。我有時諗翻，點解諗到神就諗到虧欠嗱？雖然都係嘅有虧欠，不過應該諗到神嘅恩典好多，諗多啲正面嘅。咁咧就我哋有虧欠，我就求主赦免啦，神又歡喜赦免我哋嘅。嗱，點解討神喜悅唔難呢？因為首先有啲人話我好多罪，但聖經話咩？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都為佢乜嘢啊？歡喜喎、哦！哇，你諗下，你想象天上有佢啲億萬嘅天使啦，同埋好多聖徒啦，咁你一悔改，哇，全部一齊笑啊！你可唔可以想象？幾開心啊！同埋佢幾睇重一個罪人悔改，係咪啊？咁嘅時候係咪會哇？原來我悔改神咁歡喜嗱，咁我哋唔好覺得悔改好大件事喎，即係我哋好巴閉，我哋唔巴閉，我哋其實好多罪啊，咩冇巴閉嘅。不過神見到罪人悔改，佢係好歡喜嘅，所以有虧欠，我哋求主赦免，佢就一定赦免噶啦。同埋咧，佢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哇！這個神真的很有感情的，是不是？我想問你，有沒有人見到你會歡呼的？少啊，是不是？可能你的孫仔孫女有時會的、啊、不過你帶著雪糕他會更加歡呼不過呢他是喜歡雪糕，可能有時多過你，不過呢通常隔代喜歡多一點，或者仔女小時候都喜歡，不過大了開始就不喜歡你耳餓餓，其實我們不用耳餓餓的，多啲講恩典，關心佢啊，愛佢啊，睇中佢，你好寶貴噶，神一睇中你噶，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嘅人噶。佢聽得多咧，佢深信佢自己係寶貴咧，咁樣佢更加容易咧
爱神和爱你的，他的生命就开心很多的。既然神这么欢喜，神给我一个互动的祷告方法，怎样互动呢？圣经既然说他因我们起来而欢呼，那尤其当我们爱他，是不是更加欢呼啊？我们爱他，我们遵从他，服侍他，他更加欢喜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祈祷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相信，多谢耶稣，神就很欢喜了。这个不是骄傲，这个是捉住神的应许，不是骄傲，即是不是好像无中生有，是神话了他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信心就是捉住神的应许，神话了他很欢喜，我就相信他欢喜，所以我一亲近他，他就很欢喜。对不起啊，我一亲近他，他就很欢喜，那我呢就可以很开心了。这个都是我喜乐的锁匙之一来的，就是每一次我亲近神，哈利路亚神啊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我亲近神是很多感情的，其实圣经讲他对我们都有感情，是不是很有感情啊？喜乐而欢呼，亦都说到呢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念恤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是神都会纪念我们，就算他们忘记，即是神是几个感情。所以我们想到神是不是应该有感情啊？你跟你的仔女啊、家人啊，有没有感情啊？你跟你的狗有没有感情啊？有。那你跟神的感情强一点，还是跟你的狗的感情强一点？有些人呢跟狗的感情强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哇，一起身就见到它摆尾啦，很欢喜啦，或者见到你的 子孙啊，很欢喜啦，那你我们自然的心就会被它吸引。但是想到神很远啊，所以祈祷呢就想着只是、神啊，哎呀，我要什么神啊，你帮我啦，好像很远那样。那我今天就帮大家怎样跟神拉近个距离。第一就是深信我一亲近他一定欢喜，同埋亦都我应用到互动的行动，我一遵从过他就欢喜，我一服侍他就欢喜。圣经讲很简单，一杯凉水给一个属基督的人，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，都不能不得赏赐。咁即係话最少嘅事，只要係合乎神心意，神就欢喜啦。咁样讨神欢喜难唔难啊？唔难喎。所以我哋努力去做神吩咐嘅事，神就极度欢喜啦。有啲人成日諗我唔够完美啊，咁所以神唔欢喜。其实我个个都唔够完美，但呢个俾一杯凉水嘅人，佢係咪够完美啊？已经一杯凉水係咪好完美啊？未係啊，係咪啊？但神都欢喜同埋赏赐，係咪神好好啊？即是他是很有反应的，我们做对的事他一定欢喜，所以亲近他就欢喜。那我们每一次亲近他，就不要说神啊你好远啊，而是说呢，神啊，我一亲近你你就欢喜，所以我又可以欢喜，我可以做人开心很多啊。还有你会祝福凡亲近你的人，圣经讲很多祝福的，一会我们会讲一下的。这个浪子回去他爸爸那里的时候，那个爸爸是不是说你看看你啊，你搞到你这样啊，成个乞衣咁样养翻嚟啊！你啲钱去晒边度？个爸爸系咪咁样啊？唔系喎，个爸爸点啊？动了慈心啊！哇，真系见到个仔咁污糟、咁臭啊，一定臭啦，系咪啊？一定臭。但系咧，佢点啊？跑去啊，唔系行去喎。个仔有冇跑咧？个仔唔敢跑啊，因为佢觉得自己好丑怪，系咪啊？但佢跑去抱住佢颈项。哇！一抱住乜咁臭嘅咧咁，但系个爸爸都忍住，佢冇话你咁臭，仲年年与他亲嘴，仲臭添。哇！天父就系咁，其实我哋个个都有罪，喺神嚟讲罪就系臭噶，真系噶。我去宣教咧，去过啲好臭嘅厕所啊，并且有地雷噶，你入个厕所咧，呢一笪要企得，呢笪唔企得，呢笪大家去过呢啲厕所未啊？呢笪企得，呢笪唔企得，你咁样企喺度，忍气吞声，尽快完结，快啲出去，系咪啊？我话俾你听，神见到罪都一样噶，神见到罪咧，都系好唔欢喜，因为佢系好圣洁噶，佢好慈爱又好圣洁。嗱，圣洁有啲人觉得神好圣洁，好严厉啊，其实神嘅圣洁好靓噶，点解咧？天堂嗰度有冇闹交啊？冇，有冇妒忌啊？有没有任何不好的意念啊？没有。所以天堂很漂亮，是吧？如果天堂有些少妒忌，漂不漂亮啊？就不漂亮了。天堂是没有罪，所以很漂亮。如果你家完全没有罪，是不是会很漂亮啊？不过家总是有些罪的，是吧？所以神的圣洁其实很漂亮，我们越亲近祂，越遵从祂，就生命变得更加美丽。
我就好欢喜神嘅，我真系好欢喜神。我欢喜神咧，个生命自然就喜乐。我喜乐咧又怜悯人，我成日帮人，我去到边度都帮人嘅。咁我成日帮人呢啲人就好欢喜。咁啊欢喜，我就觉得我活得好开心，又有神嘅祝福，又有神嘅同在。但我做嘅时候，我唔系成日话，哎，我做完呢样，神就俾我咩赏赐？我冇咁谂嘅，我只系话祝福你，令你开心，我系开心嘅，系咪啊？我开心嘅，希望大家都有呢个心。原来咧，神就咁欢喜我哋，所以我哋都可以将呢个爱带俾人，亦都咧时时活在神嘅爱中，知道佢真系揽住我哋。嗱，呢度都系讲到石石喎，系咪啊？谢师，我咪唱石石嘅，系咪啊？咪知道唯有讲石石啦，系 OK。好啦，亲近神带嚟咩益处呢？第一，嗱呢度诗篇十六篇一齐读下第八节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嗱呢度讲到咧，大卫一个好亲近神嘅人嚟嘅。咁佢将耶和华常摆佢面前，这个一个代表性嘅字眼，即系成日亲近神啦。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，就唔会咧成日受人影响啦。俾人闹亲，你有冇俾人闹咗之后，哇，好伤心啊，好激气啊？其实唔紧要噶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六节嗰度话：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其实人唔能够攞走神嘅福气噶。我哋有神万事足。神一定保守，唔使俾人影响，咁你就唔使成日一路好苦恼。佢有问题，我哋唔使拿屎上身噶。其实有一句说话神俾我噶，罪人系唔会停止伤害人噶，系咪啊？罪人系唔会停止伤害人，佢系成日都会伤害人。咁我使唔使将佢啲伤害拿上身啊？嗱，有时人伤害我一句咧，我哋伤害翻自己好多句噶。哎呀，我真系衰啦，俾佢咁闹我。哎呀，我真系做错乜嘢啦？自己就数好多次，其实唔使嘅。我哋盡量咧，係俾多啲好嘢自己食，係咩咧？神好愛我，神睇重我，我一悔改，神就歡喜噶啦。我遵從神，神就歡喜噶。嗱，呢啲係好嘢，神嘅恩典，同埋人嘅好嘢喎。啊，弟兄姊妹嘅相愛，教牧同工嘅關心，同埋家人，佢就算未信主都有愛心，我哋就食嗰啲，就唔好食嗰啲唔好嘅嘢啦。唔好話，哎呀，佢啊嗰日啊咁樣話我啊，嗰啲咧唔好嘢嚟噶。你食多啲好嘢咧，個人咧就～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成个人呢欢喜快乐。咁要讲到呢，佢成日都有神在面前，就不致摇动，唔俾人影响啦。咁因此呢就点呢？心又欢喜，灵又快乐，肉身都安然居住，成个人舒服晒，松晒。大家有冇发觉只先敬拜同埋而家呢坐喺度听到嗰时呢，个人好似舒服咗咁样嘅，有冇呢个感觉啊？真係会喎。我自己呢，我又感谢神啦，自从我经历圣灵啦，我一想到耶稣，哇，整个人冧晒。我试过一次同一个人祈祷呢，我祈祷问他，啊，你觉得怎样？他说，咦，你还在这里？我说，你以为我去哪里？他说，我去到一个地方很平静，很舒服的。好像呢，有些好像一些瀑布这样流下来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整个人舒服晒。他就以为他去了那里，我就不知道在哪里。咁咧，即係真係曾經試過好多次，神咧真係帶嚟好大祝福，真係可以咧，唔單止心靈，係身體都受祝福。咁有好多人咧祈禱嗰時咧，就發覺個身體會舒服，呢個都係一個經歷神嘅方式，心靈輕省平安，身體舒服。咁咧，我哋就試下祈禱，每一次去翻呢個程度啊。因為有些人祈禱咧，成日都係啊神啊，快啲幫我啦，快啲幫我啦，多謝耶穌，祈禱奉耶穌名阿門咁啊。咁就完全咧冇進入神嘅同在，即係話意思投入啊，即係就咁係講咗幾句啊，咁就停止啦。我哋進入神嘅愛，愛神就同神嘅關係建立，咁樣咧，我哋每一次祈禱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力量。咁所以點解我哋敬拜幫大家投入啲去親近神啦？另一個神嘅恩典啊，就係常喺耶穌裏面，耶穌就點啊？常喺佢裏面，佢就會點啊？多结果子，多结咩果子呢？喜乐、平安、仁爱，全部咧涌流出嚟，喺个生命里面咧涌流出嚟，好自动地去关心人啦。因为离了耶稣咧，就不能做什么。咁如果个人唔系常喺佢里面咧，就点样啊？好似枝子枯干，丢在外面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嗱，好多人信耶稣咧，我曾经试过去教有啲教会讲道，我话你有几多个系日日会祈祷噶？得三分之一的人举手，
咁我就同佢解釋，我哋必定同神保持關係嘅，唔好淨喺教堂先祈禱，日日都祈禱咧，你先能夠常喺耶穌裏面就多結果子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個人就開始掹整啊，開始枯乾啊，並且同神越嚟越遠啊，越嚟越多傷害，越嚟越多問題。有啲人信耶穌信得好苦嘅喎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情況喎，好苦啊！點解咧？成日諗住啲唔好嘢，又冇從神得力，就所以做人做得好苦啊！佢仲話：唉，信耶穌仲多埋要讀聖經，又要翻教堂，又要奉獻，做埋咁多嘢添。哇！我本來都已經好辛苦，仲要做多啲嘢。咁佢成日覺得就做多啲嘢啊！咁樣真係信耶穌真係好慘啊！但係咧，信耶穌真係神與我哋同在，係咪好好啊？神的平安喜乐并且祝福带领啊，神的带领是很真的，是很真的。我试过一次呢，我去宣教呢，中途呢转飞机，我怎么计错时间的飞机走了。那我就跟那柜台讲，我说怎么算啊，那他说你自己搞定啦，你自己买个机票啦。那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将这个机票转一转时间啊，他说不得的，我们不得的，你要找回你买机票在香港啊打回去。那呢香港说太远了不得啊，问回这里又不得。那我祈祷神啊，你凡事都能求主你帮助。跟着我就跟那人再讲，我说唔该你查多一次，他说我已经查过了，唔该查多一次啦。那他查多一次了，打电话了就问了，那问的时候眼又大口又大，个飞机翻翻嚟啊，系真事嚟噶。咁啊，后来问啲人点解飞机翻嚟，佢话个飞机起唔到飞啊，翻转。即系因为我上唔到啊，所以神咧唔俾个飞机起飞。我系好多神迹噶，我有啲地方我未去到啊，嗰啲人已经话俾我听，我寻晚发梦见到你。为什么你跟我祈祷成个人开心晒，跟住笑住嚟醒喎，跟住我见到佢又系一样，佢喺梦中佢话，我见到你嗰时候你同我讲，我同你祈祷好唔好啊，呢句说话我成日都同人讲嘅。咁呢跟住嗰日我又同佢祈祷，佢真系充满喜乐。大家如果上网搵南非非洲个非叶牧师呢，你会睇返个影片嘅。咁呢即系神呢，即系原来喺神里面最好，但有啲人呢就喺外面枯干啊，即系有啲人信耶稣都枯干㗎喎。甚至我听过有基督徒自杀，他说我顶不顺，其实我们是可以从神得力的，不过他不懂得。那么我们等候耶和华怎样啊，必从身得力，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是满有力量的。其实我成日都侍奉由早到晚，我在家里我不会停的，成日写东西，要么就帮人，要么上网去帮人，要么就写东西，一系就是直播。咁咧系我去过15个国家宣教，成日祝福人、训练人，我最主要是训练人，生命更新改变。咁咧真系咧不疲倦喎，满有力量啊！多谢天父嘅恩典啊！大家都可以嘅，这个就系亲近神嘅帮助啦。有啲人成日都好攰、好攰、好攰，因为心攰个身体又会攰，个心攰身体又唔健康。咁如果大家多亲近神咧，自然嘅人咧就会开心啦。同埋爱神嘅人，神就为佢预备乜嘢啊？眼睛未曾睇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嘅。你谂都谂唔到，你中唔中意人送俾你一啲惊奇礼物啊？中唔中意啊？有时啲惊奇礼物咧喺世界上咧就会咁啊。譬如你小学嗰阵时啊，你考试考得好咧，就送咩咧？嗰阵时我哋细个嗰阵时啦，送铅笔跑啦，个笔袋啦，几支笔啦咁啊。不过在天堂就不是送几支笔给你的，是神永远的爱，永远的喜乐，是更强烈。我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到，他说将来我们复活，有些人是好像日，有些人好像月，有些好像星，这个星和那个星的荣光又有分别。他说我们复活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将来有些人好像太阳，有些人好像月亮，有些人好像星，有些是光一点的星，有些是没那么光的星。但以利书都有讲到的，二人必发光直到永远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那就是原来即将来天上的荣耀更大。那有些人说，哎，不要紧，你做大光灯，我做小灯。其实呢，神的光不是只是光来的，它是有恩慈的。在出埃及记33章，摩西求见神的荣耀，他说神啊，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。神怎么回答他？
我将你的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即是神的荣耀是充满恩慈的。所以在天上呢，有些人经历神的爱是极强极强的，有些人经历呢是没有他那么强的，即是越亲近他的。这个我是我 推算，因为圣经讲到神的荣耀经过就是他的恩慈经过。所以呢去到天上有人是光，是太阳的光，真的他永远都在神的极大极大的爱。不过当然上得天堂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呢我觉得神给得的一定是非常好，并且不是只是将来，是今世、哦、今世真的我样样都好的，我真的感谢神，什么都好。我开了一个宣教机构，开了几年而已，其实因为我主力是宣教训练，所以我不是主力在建立教会，即是我不是用，我没有用时间去建立教会，我只是用时间去训练啊、写嘢啊咁样。即是我以前做牧师就不是一日在教堂那里怎样外展啊，咁我而家冇咁嘅时间做。咁其实人数唔多，不过我奉献嘅数目咧系足够我去15个国家宣教，同埋我哋继续帮助啲国家咧点样可以睇到我网上嘅训练。我呢几年啊用咗几百万去帮助佢哋，即系呢个就系神可以特别嘅恩待啊！神特别的供应，亦都俾我哋各样的恩赐，好多谢神、哦。神俾我好多的恩赐，都可以俾大家的。你的生命俾神，其实大家退休之后咧，你有的是时间。你肯俾神用咧，你大把机会。如果你有心俾神用咧，你同我讲，你过下同我讲，你我同你联络，帮助你点样发挥生命，我是好乐意训练人的，亦都好乐意去你任何的教会义务训练。我讲明我不是想要钱的，神供应我，我现在所有侍奉都是义务的，我全部都是义务的。我是乐意训练任何人，更提升同神关系好，并且处理生命，又怎样发挥生命的。咁我有本书叫《轻松得胜》，不过我今日冇带嚟。咁你可以联络我呢，其实你在网上找叶牧师 ,YouTube 叶牧师，你就见到我的电话。我的电话是全世界都见到的。在 YouTube 找叶牧师，你就见到我的电话在下面的了。即是你爱神呢，神就为你预备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。我想问你，你以往收到的恩典够不够多啊？都多啊，不过是不是极多啊？你想想更多啊？你想你的生命发挥到一个高度的程度啊？你想想将来你想回你的人生，你说感谢神，我的人生呢一路一路提升，越来越提升，你想想是这样啊？或者你说哎呀，将来我就去到那时候天堂紧紧得救，紧紧进入天堂，是不是想这样啊？如果不是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，渴慕神，喜欢神。好了，难了人亲近神的因素，为什么有些人硬是亲近神有问题呢？因为他不冷不热，对于神的事没有兴趣，对于仔女就很紧张，他们结不结婚就很紧张，生不生仔就很紧张，但是对于神的事呢是不冷不热。求主帮助我们赦免了，赦免我们了。还有很多人呢说祈祷呢就是用很多重复话，很多异教呢就是用很多行动啊，跪啊跪啊，咁以为跪得多呢就得啦。神话唔系㗎，你相信我，信靠我，亲近我，一路亲近一路相信我，一定祝福你，你未求以先神已经知道。同埋好多人祈求呢就是为咗自己，成日都系钱啊、健康啊、家人啊，都系为呢啲。我想讲一样嘢喎，如果一个人从来祈祷冇悔改认罪，佢只系祈祷咩呢？神啊，祝福我仔快啲生仔啦，快啲结婚啦，生孙啦，读书好啊，咁定系求呢啲啦？佢完全冇悔改认罪，佢未必系得救噶。得救一定有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嘅，即系冇悔改冇信靠耶稣做救主系可以唔得救，系一定咧系一定咧系信靠耶稣做救主。咁咧我哋当然都为其他事祈祷，不过唔好将呢个放为主要嘅。好啦，点样亲近神得力呢、这个重要啦。首先在哪里看到神的爱呢？这样从神的创造看到神的爱，神创造有没有爱？我们的脑几奇妙，身体几奇妙，几多种荷尔蒙几奇妙。这里中间应该很多妈咪，是不是你发觉很特别的，你生 BB 那天那些奶就会出的，还有那些奶有晒需要 BB 需要的东西。有些人说自己变出来进化论，怎会样样都有晒的呢？连鲸鱼那么大条都够它，鲸鱼是吃奶的，都够佢养大佢，一日增加好多好多磅嘅。咁呢个就系神嘅奇妙设计同埋爱啦。第二咧，圣经睇到神嘅爱，佢为我哋耶稣为我哋钉死啦。耶稣嘅救赎睇到神嘅爱，同埋多亲近神可以经历神嘅爱嘅。
越祈祷咧，越可以经历感动嘅，同埋咧被圣灵感动带领同埋帮助，经历神嘅爱，即系圣灵会帮你越嚟越经历佢嘅帮助，同埋咧你会有实际嘅帮助，一啲困难嘅事情嘅帮助，好似我哋先讲飞机啊，同埋我试过有三次差唔多可以交通意外死嘅，但系神咧都保守，我仲以为，仲有一次咧，即系真系以为真系死，因为个我对同对面嘅车系差好近嘅距离。我就話耶穌啊，我唔知道咁快要去見你噶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結果神就救咗我，佢有機會嗰個車走咗出去，咁啊，我感謝神啦，即係睇到神嘅愛先，成日都數算神嘅愛，我得閒就諗神嘅愛嘅，同埋咧呢樣好緊要，用心靈誠實敬拜嗱，點樣心靈誠實呢？我哋嘅靈魂包括乜嘢呢？魂與靈，魂咧就包括三樣，一齊讀啊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嗱，通常嚟講，人都係話。魂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即是思想完全认同神是最好的，跟神的路是最好的，圣经是最好的、最啱的。嗱，这个思想，嗱，好多人的思想是怎样呢？固执，信耶稣就是要这样的，即是他的固执思想。我们是要说，在神里面，神是喜乐的，神是开心的，神 是怜悯的， 是接纳人的，不是成日数算人的恶的。他思想认同神最好。第二，意志，我决意跟从神。我呢决意跟从神到最后那一刻，到我死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你啱你探我，我就会说耶稣祝福你，一阵我会天堂，很开心，你不用担心的。那就我又说我为你祈祷好不好，还有我说我临死的时候你们按在我身上，可能神临在接我的时候，神的很大能力临在，那可能你会经历很大的能力的，即是我可能会做这些事。同埋咧，我會做咩咧？整個影片先。嗱，你當你睇呢個影片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喺天上噶啦。你哋唔使傷心噶，我好開心噶，嗰度咧開心到不得了。嗱，你哋愛主咧，將來咧亦都會好開心，好開心嘅。咁即係我嘅意志就係我俾神用，直到我死嗰日。然後咧感情啦，嗱，好多人話點解同神有感情？因為好多人咧。將基督教變為一個理性的宗教，只是理性。但聖經講神因我們喜樂而歡呼，有沒有感情的？他想念我們超過母親想念我們，是很有感情的。所以我們感謝神，歡喜神。聖經都講到愛，耶穌問彼得三次什麼？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即是神看到我們首先愛他，然後才去服侍他。所以呢同神有感情，我想到神呢，我是很歡喜的。啊，耶稣你真是好了，多谢天父啊，我享受你，我喜欢你。那么有些人什么享受啊？圣经诗篇34篇第八节，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尝下他的滋味啊，他是好好的。所以喜欢神，享受神，神的喜乐爱是可以享受的。如果你用感情亲近神，即是说神啊，我欢喜你，我喜欢你。有些人说真的讲不出，你这样想，你喜不喜欢吃雪糕啊？喜欢。喜欢吃，或者有些不喜欢吃雪糕，荔枝喜不喜欢啊？芒果喜不喜欢啊？那有些什么喜欢啊？橙啊，喜欢橙， OK 好。有些你吃那样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好啊？那你可不可以喜欢神的心比你喜欢吃橙更加强，或者喜欢吃雪糕的更加强，或者喜欢你的酸的心更加强，用这样的心来到亲近神。还有呢，灵就是泛在我里面，整个人全人去亲近神，去爱神，还有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赐给你，神就会给。其实圣经有很多应许呢，是不是你祈求，你以神为乐他就会给你，以神为乐神就将你成家地的高处。咁咧點樣以神為樂呢？成日數算啊，我今日有平安喜樂，我親近神，神就祝福我。我有犯罪，神就多次接納我，成日都同我講嘢，成日都帶領我、使用我，我就以神為樂。我好歡喜神，乜嘢我都覺得好嘅，所有嘢都好。我見到你嘅眼睛，我都覺得好喎，你哋好集中聽我講嘢，我覺得好好嘅，即係你有心啊嘛。你有这个生命，我觉得是好好的，神将这个生命放在你里面，我又觉得好好的。我见到人的美善，我就觉得好好的。那我就成日都全部都是神那里来的。那有些人说什么都是神来的吗？如果没有神，我们都没有生命，是吧？
冇神人都冇美善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当你真系成日以神为乐，成日都谂到神几好啊，我就欢喜快乐啦，成个人就被提升啦，同埋以颂赞为祭，成日感谢神，系一个祭物嚟嘅。多谢天父，你咁大嘅恩典，我就时时感激你，时时爱你。咁呢个经文我哋唔去读下撒母耳记上十章同埋十九章，呢个讲到咩咧？有一班先知其实系撒母耳嘅门徒，佢成日喺度亲近神。然后咧，神与佢同在。撒母耳同扫罗讲：你去到佢哋中间，你要趁时而作。嗱喺呢度啊，你要趁时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其实神是随时 无所不在，但是这班人特别有神的同在，就是当他特别投入爱神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更强烈。很简单的，大家投入祷告发觉会更加平安，这个就是神强烈的同在。所以是可以进入这个强烈的同在的。神都给我这四种的祷告会帮你同神的关系。恩典成日都宣告神很爱我，神看重我，神关心我，神呢按手我身上，神提升我。第二呢，敬拜，我感谢神，我多谢神，我爱神。我加上啲感情嘅说话喎，因为神对我有感情话，神啊，我欢喜你啊，我鍾意你，我捉紧你啊，我靠住你，我挨住你，我抱住你，你又抱住我，哈利路亚。即係话呢，带住感情去亲近神。然后呢互动啦，我一路亲近神，神一定欢喜，圣经话咗佢一定亲近我哋，一定祝福。委身啦，我将生命俾神，所以你祈祷呢多啲感谢神，我爱神，神就欢喜啦，我就欢喜快乐。即係有一个呢个信心啊，神应承咗佢一定做嘅，神一定祝福我哋嘅，多谢天父。其实我喺网上好多好多呢啲 PowerPoint， 好多呢啲嘅，如果大家想要呢，你同我联络呢，我就好多嘢传俾你，同埋俾你一个那个连接啊。咁咧亲近嘅时候咧，敏感心灵身体嘅经历同埋感受。有啲咩经历咧？有平安啦，圣经话咗会平安啦，轻省啦，有感动啦，有爱啦，开心啦，有能力啦。咁啊摇晃咁，有啲人话点解摇晃咧？咁啊点解会有咁样咧？睇先啊，呢度我好似冇睇有冇讲先吓。冇，我冇。好，嗱，咁我讲到点解有疑房喺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嗰度讲咩咧？当约翰见到荣耀耶稣，即刻扑倒喺地上。佢中文翻译扑倒，但原文其实系跌倒，冇话到向前一向后嘅。然后咧，扫罗喺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至四节，佢见到荣耀嘅耶稣，即刻又扑倒，其实原文亦都系跌倒嘅。即系神嘅强烈同在，人就会跌倒嘅。咁未咁强烈嘅时候，你会觉得一种力摇动咧系好稳定，唔系企唔稳嘅，好稳定嘅摇动嘅。即系先，我见到你好多个都喺度摇动嘅，系真系你亲近神咧，佢嗰个力量就会嚟到嘅。这个其中嘅方法，大家你可以自己测试下，睇下系咪咁样样嘅。咁即系话呢啲留意到啦，咦，一祈祷就平安，咁你就试下进入呢种平安啦。一祈祷就轻省，你就试下进入呢种嘅轻省嘅状况。好啦，点样长期被圣灵充满，即系同神好密切关系？第一就是对付罪，因为神唔中意罪啦，同埋咧中意圣经，听圣经，遵从圣经，因为圣经系生命嘅道路，同埋好多应许嘅。第三就系信心，我信神，好想充满我。第四咧，祷告用长时间，中意神，欢喜神，爱慕神，感激神，神就会更大同你一齐嘅。你有时间啦，同埋咧嗱，退咗休，其实好多时间可以亲近神。就算煮饭、扫地、冲凉，都可以赞美天父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同埋遵从神啦，做神所吩咐嘅事，又处理生命，即系生命啲垃圾清理。咁然后咧，最后咧，按手祷告，圣经有讲到按手祷告就领受圣灵嘅同在，呢个系圣经有教导嘅，不过唔代表保持系要自己去保持。有圣经不同经文，咁咧亦都圣灵充满嘅祷告会就系投入去祷告咧，神嘅同在会更强烈临在嘅。咁我希望大家渴慕，这个系一定保持嘅话咧，你一定蒙福。因为有几多人当你亲近神，你真系觉得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力量嘅、有动力嘅，有几多个人有呢种嘅经历嘅？请你举手啊！有几多个觉得你亲近神真系得力嘅？感谢主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保持。
嗱喺呢一陣咧，我就會為大家啊，我會再唱詩歌啦。但係我就邀請嗱，如果嗰啲你想，我一間都為你按手祝福嘅，你就嚟前面。咁其他啲喺後面，咁咧就企喺度。嗱，你企到咁上下，你想坐又得啊，好自便嘅，即係好隨意嘅。咁但係咧，亦都我希望大家咧歡喜神，鍾意神嘅心，感激神嘅心咧，你會。就算你就咁自己企喺度咧，你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嘅。咁呢一陣，我就會用吉他帶領大家。咁咧就大家請你咧就可以企起身。如果你想我為你祝福嘅，你就嚟到前面。其他咧你就可以留喺個位度。多謝耶穌。啊，企喺台下，企喺台下。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。希望大家歡喜神嚇。歡喜耶穌，感謝耶穌。睇先啊，有邊個一間願意同我揸個麥？不過可能啊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。一陣間我行嗰時，有時揸個麥就一間先啦。多謝天父，黑埋眼。主耶穌，多謝讚美你，多謝讚美你。耶穌，哦耶穌，耶穌，哦耶穌，耶穌，哦耶穌，你同在令我。完全你同在，令我完全。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，令我完全。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好啊！你同耶稣讲啊，你都可以举起手啊！你终于可以举起手，神啊，我多谢你，我多谢你，我欢喜你，我感激你。你同神去讲，神啊，我感激你，我多谢你，我欣赏你，我欣赏你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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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lelujah. 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。耶稣爱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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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爱耶。Yes, oh, I'm worthy.
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。我哋爱你，耶稣，啊，我真系好爱你啊！我跪拜你面前，赞美和敬拜，渴慕的我。你自己投入爱慕神，你会发觉你自己都可以经历神更多的。你说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捉紧你，我捉紧你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就是来自你的，你是爱我的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是圣经讲啊，佢爱我啊！嗱，你同耶稣讲，你爱我噶，你话咗你爱我噶，你话咗爱我噶，你话咗爱我嘅。嗱，求主帮助我哋进入神里面，真系神咁欢喜我哋。啊，神因我哋喜乐而欢呼。其实好多人咧同神关系咧，系远远不及神对我哋嘅爱同埋开心噶。
神咧就好開心喎、哦。但我哋見到神咧就呆滯喎。嗱呢一陣你試下對神啊，神啊，我有你真好。我哋諗下，我哋有眼睛，我哋唔係蚯蚓喎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哋蚯蚓成日喺個泥嗰度捲來捲去，睇唔到嘢，係咪真係好唔同係嘛？我哋有耳仔可以聽到音樂喎，我哋人可以唱歌喎，我哋可以享受生命，享受同人嘅關係，享受朋友，我享受神嘅同在，係咪好好啊？你話神啊，你真好，你令我嘅生命係快樂噶，你令我生命係滿足噶，你唔係叫我枯燥做人噶，我做人真係好開心噶，我日日都可以開心噶。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我歡喜你，我欣賞你，我鍾意你，從心底處真係我鍾意你。你諗下，你點鍾意雪糕，或者鍾意橙，或者芒果？真啊，我鍾意你多過鍾意雪糕。飛啊飛，飛啊飛，飛到耶穌懷抱裏，哈利路亞，飛啊飛，飞啊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！有啲人可能唔惯喎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去到天堂真系咁样嘅，好开心噶。你唔会去到天堂，会好呆滞噶，唔会噶。佢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乜嘢啊？喺马太廿五章话咩啊？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廿五章啦，嗰个有良善又忠心嘅仆人，我哋可以享受主人嘅快乐嘅。哈利路亚！我哋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啦，同神讲啊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点样救我，让我咧成为神嘅仔女，日日有神嘅同在。我想进入神嘅同在，我想进入神嘅同在，我想被神大大嘅更新改变。求主帮我哋。個心放低一啲捆綁啊，一啲固執啊，一個固執係咩呢？信耶穌咧就係淨係坐定喺度嘅，或者一個呆滯嘅。我哋信耶穌咧係好活潑嘅，好開心嘅。哈利路亞！大衛講乜嘢啊？佢有人對我説我要去耶和華嘅殿，我就歡喜啊！詩篇講噶，有人對我説我要耶和華嘅殿，我就歡喜啊！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亚，我就欢喜啦，我就快乐。多谢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欣赏你，我欣赏你，我欢喜你。我欢喜你，我欢喜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。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。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，我爱我，耶稣。耶稣，爱我到永远。耶稣，爱我，耶稣，爱我。
求你更新我哋嘅生命，吸引我哋嘅生命，吸引我哋。神啊，你话神啊，吸引我啦，吸引我，等我唔好似咧，唔好似咧好远好远咁样，让我哋咧同神嘅关系。点解我祈祷嗰时你就帮我，我按手嗰时你先帮我，而家我揸住又，多谢你。我哋同神讲神啊，我欢喜你，我多谢你，你保护我，从我出世。到如今，到我发白，到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你都抱住我。我每一个都希望大家跟神有这种深的关系。神啊，你真好。我希望其实圣经里面充满这些说话的，充满这个跟神的相爱，充满就是说神不是好像很远很远这样的。我们越亲近神就越得力的，我们就打开个心，耶稣跟我一起了，主耶稣同我一起，神的平安，神的感动同我们一起，安慰我们的心，医治我们的心，同我们一起。主耶稣你真好啊！你跟神说，一路跟神说，神啊你真好，我需要你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拥抱我，耶稣，拥抱我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耶稣，改变我，哈利路亚。神的爱充满你，神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。神啊，我需要你啊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经历是什么？你揸住个麦俾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笑到流眼泪的。就是耶稣，是这个不是想到的，是神的灵的临在的，是不是想的。神将喜乐油赐给我们，安慰我们的心，不是想到的。你里面觉得是不是轻松啊？整个人松啊？是啊，很轻松啊。还有感动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个就是圣灵的临在，是很宝贵。所以我哇，原来神可以这样经历，我就改变了。神啊，原来我们今世做人呢，不是孤单的，不是一个人顶住的，是有神陪我们一起的，是有力的。我们大家继续渴慕神，你就发觉那个力量来到你身上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多谢你。你继续保持这个喜乐，你第二天你祈恩祷都有喜乐的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我我，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我我，爱小孩像我，在他身上坐。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我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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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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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耶稣和你一起安慰你的心，医治你的心灵一切的忧伤，一切的苦恼都离开你，让你活得以后是被爱的，不再是孤单的，不再是一个人顶住的，是耶稣陪伴，永远都是有伴侣，是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新郎，永远的伴侣，耶稣医治他的心灵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一阵的经历啊？好像好充满爱充满爱感谢神。那你会怎么回应耶稣啊？我都很爱我自己的耶稣。多谢耶稣，我们享多谢耶稣。我们试试用心灵爱耶稣，欢喜耶稣。虽然有时有些人说、哦、我没有经历，你经历，我没有经历，但是你这样想，他们都不是说大话的，他们真实经历，他既然他经历，我们都可以经历的，一步步，不要紧的。我们譬如当有1000步，我向前一步已经好了，是吧？进步，我欣赏自己进步，今天有进步了，多谢天父，又开心了，跟着又再进步多一点，进步多一点，每次祈祷都得力的。多谢耶稣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耶稣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洁告诉我，主耶稣锡锡我啊，主耶稣。锡锡我，就好似个浪子个爸爸咁啊，锡锡佢啊，主耶稣锡锡我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锡锡我，有圣经告诉我。你分享下你刚而家有咩经历？我经历喺里边系睇到耶稣伸开只手。你的心灵里面觉得什么？我心灵里面好，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平静，但是当我站在耶稣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很不知道，就是很平安，还是没有了一些的重担。是啦，喺呢度，有冇个心灵、身体都觉得舒服啊？佢成个人松噶，系咪？因为我一路开始嘅时候，原来嗰喊又唔系因为你自己有问题嘅喊，喺里边感动，系啦，神嘅感动，系啦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我都希望大家咧会相信，会接受。即系话点解咧？圣经话咩咧？以赛书61:1，医好伤心嘅人。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喜乐又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我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。就是说我们呢真是被神的爱医治。耶稣啊，我们渴想你，我们跟耶稣说我们渴想你。诗篇42篇和3篇都讲到渴想的，讲到什么？鹿切无溪水，那些鹿、啊、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水的，我们随时开水喉，我哋屋企大把水啊，雪柜大把水啊，随时买到啊。但系啲鹿咧系要走好远路噶，有时干旱好耐都冇水。当你一闻到有水，佢好兴奋啊，让我哋好似鹿切慕溪水。神啊，我切慕你。同埋诗篇63篇，大卫喺呢个旷野里面咧，点样切慕神？神啊，我嘅心渴慕你，好似鹿切慕溪水。我哋用。我哋用个心灵同神讲，从个心底处，神啊，我切慕你。嗱，有啲人可能觉得乜咁样噶，真系唔好惯，点解会喊呢？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感动噶，人会感动噶，我哋觉得好正常噶，系咪？哇！如果有个人发现，哇，原来有个人好爱我，啊，佢仲想同我结婚添啊，你会好感动啊，会喊啊，会感动。啊，点解神嘅爱又唔可以感动呢？其实神嘅爱更加大啊，应该咧更加感动，系咪？让我哋咧活在神嘅爱中，被神嘅爱感动。主耶稣同我哋一齐，耶稣安慰我哋嘅心，减轻我哋一切嘅重担，释放我哋嘅灵，释
方我地灵，是我能记拜你。死方我地灵，是我能赞你名。让重担卸下，是我能到四方。死方我地灵，来敬拜你。死方我地灵，是我能敬拜你。死方我地灵，是我能赞你名。让重担卸下，是我能得释放。释放我的灵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释放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不开心，我们的压力。人给我们的压力往往加在我们身上是很重很重，但是神说不是的，我来到你那里，我是叫你轻省的，我是医好伤心的人的，我的轭是容易，我担子是轻省的。你就不再背着烦恼重担，不再背着一个压力。神啊，我们可以天天享受你，哈利路亚，好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享受你，并且得力，重新得力。从耶和华的，凡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会加力赐给我们力量去做神所吩咐的事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你想不想分享啊？分享神刚才给你的感动啊、经历啊，神安慰你、医治你，神陪伴你的，人稣看重你的。多谢天父。我觉得神好爱我咯，即系我好想更多时间去敬拜神。我觉得上帝系咁样。感谢天父，耶稣祝福你啊！耶稣爱你嘅，主与你同在。哦，主耶稣拥抱我。主耶稣抱抱我，主耶稣抱抱我，有圣经告诉我啦。听先个经文讲啊，拥抱我哋啊，怀抱我哋啊，从我哋出胎啊就怀抱我哋啊，所以抱抱咧唔系圣经以外嘅。是神咧怀抱我哋啊！你而家试下俾耶稣怀抱下，挨喺耶稣个怀中，耶稣抱抱我。嗱，我哋嘅生命就改变。我想话咧，经历圣灵，经历神嘅爱，生命就不再一样。点解咧？第一，觉得神好近啊，神再好远。第二，原来神咁可爱噶，原来神比人更加可爱噶。原来神是可羡慕的，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力量的。神不是只是坐在天上看我们的，神是陪着我们的。知道原来神这么好，而且他会回应的。你祈祷回应，我当我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呼叫耶稣，耶稣啊，我第一觉得有平安轻省力量，我真的好啊，耶稣陪我一起，真的好啊，真的好啊。那我就不再孤单。我曾经试过搭飞机啊，中间要等十个钟头。我话唔紧要，因为我会一路耶稣陪住我。耶稣陪伴我哋，耶稣同我哋一齐，耶稣祝福我哋，主耶稣祝福我哋，陪伴我哋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真可爱。耶稣真可爱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
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可爱，神真可爱，神真可爱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大能，神真大能，神真大能，你对我真好。你想分享下你的经历啊？神真的好好的，是不是很轻飘飘啊？现在很飘是吧？很轻飘飘，很轻很飘啊。耶稣好像热浪咁，有头心都落脚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不停咁样流泪。感謝耶穌。咁你會對神有咩回應啊？俾佢講。你會對神有咩回應啊？最緊要係回應喎。謝主，個人好舒服。係，咁你回應點樣回應神咧？回應神嘅愛，我會一切順從主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感謝耶穌。耶稣祝福你，使用你。耶稣祝福你，使用你。主耶稣同我哋一齐。耶稣真好啊！耶稣真好啊！主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，哦，耶稣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。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言告诉我。你想分享一下你有冇咩经历啊？你揸住个麦可以。主耶稣多谢你啊，多谢耶稣。耶稣真系抱住我。你觉得点啊？感谢神啊！在里面真的好像很轻那样，好像耶稣扛住我，不用我跪拜，多谢天父。真的经历神是很好的事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好过经历神。去旅行都好玩啊，是不是？不过去旅行那种玩不是好像现在经历神那种喜乐、感动、爱是不同的，是不是？洞房花烛夜，是不是都是很开心，但是不及于现在，是不是？天堂就是这样，天堂还更加强，天堂会更加强烈的。你羡不羡慕神的同在？羡不羡慕天堂？神啊，我都想更多人去天堂，是不是？更多人去悔改信耶稣，得着耶稣的救恩。耶稣同我们一起，耶稣同我们一起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耶稣真好。我们继续去感谢神。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我爱主，赞美耶稣。大家如果有事啊，乜嘢唔紧要，可以离开吓，祝福大家。如果系仲仍然想咧，叶牧师去祈祷嘅吓，咁我哋知道答几啊，答三定啊答。即係繼續係啦，牧師佢完全唔介意個時間嚇。好，祝福你哋嚇，你哋如果即係約咗人啊，趕住啊，可以。我想講一句嘅，你經歷聖靈呢日期，經歷聖靈，你為人按手祈禱，佢會得幫助、得改變，同埋你為呢啲子孫啊，
按手祈祷，尤其小朋友嗰时咧，佢经历到平安，佢就话原来我次次祈祷都可以亲近神噶，佢会感受到咁样更加容易帮助你嘅子孙爱耶稣，会感受到原来耶稣好近噶，呢个系好大嘅帮助。你上网睇我嘅影片，你会睇到我好多嘅教导。你想我帮你，你可以话俾我听噶，祝福你吓。耶稣多谢你，多谢天父。神真爱我，神真爱我，神真爱我，你对我真好。啊，学传道啊，你会唔会邀请谢先嗰个传道都可以同我一起食午餐？即系呢个教啊，隔篱教会嗰个咧，佢应该行咗出去。謝先祈禱，你問下佢，你出咗去啊？睇下佢。哦，耶穌，耶穌，我心愛你，耶穌，我心愛你。有冇人有問題想問啊？譬如你話啊，點解會咁樣啊？或者你有啲咩困難？或者有咩想讲嘅，你可以问嘅，或者分享嘅。耶稣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大家你留意喺祈祷嗰时你嘅经历，其中一样就系摇动啦。你发觉唔系好似普通摇动嘅，好似有种力摇你嘅。你祈祷嗰时都会发觉嘅，咁呢个会帮你第日以后亲近神。每次祈祷你都会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你就会经历神的帮助更大。那我都希望大家会有这个心，神啊，我想和你有更加深的关系，我想日日从你得力，我想享受你，我想你改变我，更新我，使用我，提升我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祝福大家，祝福大家。如果中间你哋有喜乐嘅咧，系保持嘅，要保持噶。呢度有几多个你经历咗喜乐今日？有几多个？你出嚟啊，出嚟啊，出嚟。因为点解咧？保持好紧要。整个时间保持从心灵深处去呼叫耶稣，你试下从个心灵的深处，啊，你叫出嚟，你叫啊，喺个心叫出嚟，啊，喺个心叫出嚟啊，啊，耶稣啊，继续啊，啊，喺个心发出嚟。啊！佢一叫哈利路亚，即刻起落喺个心灵发出啦。大家都可以喺呢个座位，你上嚟都得噶。啊！哈利路亚！我经历起落嗰日啊，我翻到屋企一路祈祷，我翻到屋企一路祈祷，一路让个起落保持，因为我唔想失去啊。你系咪发觉一叫即刻有起落啊？你试下嗱，你而家保持容易好多，因为点解咧？喺神嘅同在，因为咧，我感谢神，神同我一齐好强烈啦。如果你大家想领受喜乐恩膏，你企过嚟呢度，你一齐呼叫耶稣，你会发觉啲喜乐涌出嚟噶。一路呼叫耶稣，叫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放松个心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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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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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一阵叫你分享，一阵叫你分享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继续啊，唔好停止。多谢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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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。嗱，我希望其他人唔好覺得佢哋黐咗線啦，因為係真係神嘅喜樂，係喺個心叫出嚟。呢個就係心靈誠實嘅敬拜，喺心發出。多謝耶穌，嗰啲喜樂就湧出嚟。多謝天父。好，嗱，我想你分享一下嚇，你分享一下剛才嘅經歷。我都有，感謝神，感謝主，多謝天父，你分享一下。我都笑唔到個喉嚨咧，哈利路亞讚美主，真係讚美主，好開心。我希望大家咧保持啊，開心喜樂。我都分享下我開心喜樂，真係從來冇咁開心喜樂㗎，一晚多謝我主要想俾大家睇到乜嘢咧？主要想俾大家睇到一樣嘢，大家聽一聽我講下。神係好容易親近噶。其實我冇用咩符合噶，係咪啊？耶穌，多謝你咁簡單係咪？因為基督徒好多時都應該講，但係點解唔同咧？就個心發出，同埋我哋用一段長嘅時間愛慕神。長的時間也都有按手祈禱，神的同在加強在我身上，即是神的同在是有程度的，就是說個心愛慕，所以你回家保持。我經歷聖靈那天，我回家的途中我是怎樣呢？在個巴士上但我不笑出聲，不出聲，因為在巴士不可以這麼大笑嘛。我回到家，不是啊，我不是忍，我是不經過氣那個聲帶啊。咁咧，翻到屋企又一樣，咁我就翻到屋企日日保持，到今日。嗱，我希望你哋都保持，係需要努力保持噶，係要需要放時間，同埋放低煩惱重擔，唔好計較人，唔使揦屎上身。我哋要喜樂，我唔係要屎啊，係咪啊？所以好嘢就食，唔好嘢咧唔放在心上，你就能夠保持啦。嗱，我哋再呼叫耶穌一陣嚇。多謝耶穌，哈哈，人其實係自己出嚟嘅喎，喜樂，唔係自己谷自己喎，係咪啊？放鬆喎，哈哈，多謝耶穌，我感激耶穌，我聽耶穌話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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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系咪好似食咗大餐咁样啊？哇！好过食大餐系咪？所以我希望大家。記得神的作為，日日想念神。我告訴你，我由早到晚都成日想著神的，成日都想著神。我就算一直跟你講嘢，我心一直想著神的，所以神的同在就加強了，那就會有聖靈的恩膏在身上，就為人祈禱就大有能力，還有那些人都一起投入。你為人祈禱不只是叫你只是祈禱，你叫他一起愛慕神，感謝神，歡喜神，在這裡唱詩歌，這樣呢你就會幫到人進入這個狀態。你想學習這件事，你可以打電話給我，我哋星期日下晝有訓練嘅課程，訓練人點樣處理生命、發揮生命、幫助人、為人祈禱有能力嘅。你想受訓練，你就接觸我就得㗎。你話俾我聽都得嘅。而家好啦，多謝啊，多謝多謝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想問下，即係如果以前嘅傷害點處理？我網上有的，你找傷害楊義牧師。那我告訴你怎樣處理。不是的，我想我怎樣處理傷害，是不是？第一，我們親近神得力，又是用長一點時間，經常想著神的恩典，這個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清理垃圾，因為呢人的傷害其實已經是一個事實，已經過去了，不能改變的。不過改變就是我怎樣看，
如果我覺得好大件事，我咪會好嚴重啦。但如果我哋話神會俾翻曬我嘅，我愛神，神就為我預備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到，所以乜嘢都俾翻曬我，所以我就可以放手，同埋有聖靈充滿嘅按手祈禱，同埋聚會咧係有幫助嘅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即係譬如按手祈禱，你如果有時間，你參加我哋嗰度有服事祈禱嘅。而家我同你祈一祈禱下，你放鬆嘅嚇。好冇信心咯，好多嘢。OK， 嗱，你聽我今日信心邊度嚟咧？就係、是、神嘅話語，祝神。神話咗，神係愛佢嘅人預備，人生未曾想到啊嘛，我咪祝實佢咯，祝實呢個應許咯，係咪？心理課程啊。係啦。我想上點上點。係。好。嗱，你加我電話，你而家加我電話，然後你打個電話俾我，話俾我聽，9408867，你而家加9408867。放鬆嚇。係，你而家打。放鬆的人啊，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耶穌同我一起醫好傷心的人，9408867。嗱，你打電話俾我，然後你就傳個 WhatsApp 俾我，你就話我係乜乜名，我想參加咁樣咯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耶穌安慰我哋嘅心。嗱，你諗翻嗰人傷害你咧，其實耶穌企喺你側邊㗎。耶穌知道你嘅傷痛，佢好傷心㗎。但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人在世上必有傷害。但係耶穌係想醫治你嘅。咁咧就而家時候到了，耶穌就可以醫治你嘅。你就將嗰個憂傷交俾耶穌，你可以吹佢出嚟，嗰啲重擔吹出嚟，嗰啲煩惱吹出嚟，嗰啲唔開心吹出嚟。啲重擔吹出嚟，耶穌啊，醫好我啦，安慰我啦，陪伴我啦，祝福我啦，耶穌，多謝你啊，你醫好傷心嘅人，安慰一切悲哀嘅人，多謝耶穌。嗱，你放鬆啦，而家個搖動係神嘅力，唔係我搖你嚇，你扶住佢呢邊，你扶住佢嗰邊。你揸住佢嘅手，放鬆嘅人啊，你唔好阻住字，唔好阻住個身體搖動。你放鬆嘅人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多謝你啊！你就扶住佢呢邊啦。耶穌，多謝你啊！嗱，你就享受耶穌，耶穌會醫好我嘅，耶穌醫好傷心嘅人嘅。耶穌看重我的，耶穌關心我的，我是寶貴的，我是重要的，我是寶貴的，耶穌跟我一起，耶穌釋放我的憂傷，我的憂傷離開我，那些人傷害我的已經成為過去了，現在的憂傷我都可以不用介意的，耶穌會醫好我的，耶穌安慰我，陪伴我，我是神寶貴的女兒，神醫好我，醫治我，釋放我的靈，醫好我，安慰我，提升我，我生命很寶貴的，神呢在我以後的日子，神的工作更大，比現在更大的，神的工作在我身上越來越大的，神的醫治越來越大的，神的安慰越來越大的，神的喜樂越來越大的，神的祝福越來越大。拿張椅子過來吧，多謝耶穌，耶穌跟我一起，耶穌跟我一起，耶穌同我一齊，耶穌同我一齊，耶穌陪伴我，耶穌祝福我，耶穌與我同在，耶穌與我同在。嗱，你就係耶穌會醫翻我嘅，我就放手啦，我就放手啦，唔緊要嘅，發生過嘅事都成為過去，神都同我一齊，耶穌真好啊，耶穌真好嘅。嗱，你睇住耶穌，唔好睇住嗰個人，嗰個人咧，佢冇能力嘅。耶穌有能力醫好你，人冇能力，嗰人傷害唔到你嘅，因為神會俾翻你嘅。有耶話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有神幫我，我必不懼怕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唔緊要嘅，多謝耶穌，耶穌陪住我，耶穌安慰我，耶穌醫好我，安慰我嘅心，我係寶貴，我係重要嘅。有耶話幫我真好啊！哦，耶穌，讚美主，
耶稣医治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陪伴我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多谢天父。是不是觉得松一点啊？现在嗱，你松啲，你想我去帮你咧，你可以留低我电话，你打俾我，传信息俾我，我就可以咧去你参加我嘅聚会，可以帮你得医治啊！即系啱佢，因为佢讲好多忧伤咧，以前伤害咧，圣灵就医治佢啦。咁呢个就系神一个好大嘅工作。你攞个手机而家可以入到我嘅电话，由你打俾我，你传信息俾我。星期下昼我哋会即系有啲人预约可以去医治。同埋你長期參加嘅人越嚟越輕鬆啦，咁你亦都將來可以祝福人啊。OK， 好啦，祝福你嚇，你有個電話94088617。你啊有啦，係啦係啦，你同佢係啦94088617，你同我接觸就可以同你做更多醫治。你又睇到啊，耶穌真係好啊，係咪啊，好真實。咁你話耶穌啊，我需要你幫我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。我哋咧特別多謝你，多謝你，祝福你，多謝你，多謝多謝，祝福你啊！我都好樂意嚟你哋教會祝福嘅，如果佢哋開放嘅話，我睇教會，我睇教會嘅，有啲教會傳統我就做傳統嘅，有啲教會傳統我就做傳統嘅，即係今日好温柔，我素來都係好温柔嘅。嗰啲激嗰啲人啊，嗰啲人激唔係我激啊，係但係佢拉埋你㗎啦，嗰啲人反正咧喊啊嗌啊，咁佢就話佢激咯。其實我講嘢都係好柔和嘅，真係感謝神啊。因為今次呢啲多數係啦，感謝神。多數呢度咧，今日。